王公公说了，皇上忙，不见。再跪在院子里，名为求见，实为要挟。皇上要治你的罪。白将军！简重要的说，太皇太后病了，我一会儿得去问疾。啊，于谦有一建议，托人给到了我，臣觉得尚可以听。嗯，说。瓦剌在关外各部族中，实属最为悍勇，可单单这一支力量还不足以正面对抗我们。如果他敢杀张克俭，他一定有勾结其他部族兴兵对抗的野心。于谦说，大明早一日遣使和旧日的兀良卫三部通好，他们之间的恩怨本就盘根错节，稍加利用就能控制瓦剌。善战者攻心为上，可以兵不血刃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，马上派专人放下手里所有的事情，立刻去办。你为什么当时不早点报我？折子报上来，奏事处一看是于谦的，就给留中了。幸好他抄了一份谍稿放在兵部，他留心关外的事情，比我们这些老臣精进的多了。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些没用的？臣想请一道旨意，能不能秘密的派人？现在举国汹汹，人人好战，要是朝廷知道内阁悄悄的与其他部族通好，一人一口唾沫，我们也别办事儿。臣也觉得可行，只是要悄悄去做。举国汹汹，我看是太平日子过够了吧。马上派人去办，我不管是秘密还是公开，多多用钱。恭送太后。樊将军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公公没空。公公，公公，这个我，那个，先拿着，先拿着。我们出门没带多少钱，大家伙儿凑了凑，给王振公公买杯茶喝。求求，让我们见一下皇上吧。我帮你问问，稍等啊。我樊中这辈子都会给太监送钱，要是让太宗皇帝知道，非得气得从坟里爬出来。这是愧对先人，愧对先人啊。太后，天凉了。为什么要改道？为什么？皇上说要改，好在那儿离宣大道不远，骑兵一日一夜就可以到了。一日一夜，50万兵马陡然改道，这供给怎么办？运得上去运不上去啊？城保卫所有警戒岂不是都没用了？这孩子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太后，那边的兵报最近10日也是大雨滂沱，车驾行进很缓慢，
瓦剌野先的骑兵短时间内在这种天气下也不会出兵的。我已经命大同的守将陈文荣率兵接应，沿途补给。谁？陈文荣？就是那个在朝会上放屁的？正是。军报往返至少需要三天，盼老天爷赏脸，雨莫停，皇上还不会有什么风波。快马急报皇帝，让他马上向宣大靠近，按兵部的行军路线走，加盖我的帐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一并抄送给陈文荣，告诉他皇帝危急，他能顺利接驾，我记他首功。是，臣马上去拟旨。狠狠骂他一顿，用了印，800里快马送出。太后，摩肩司送兵帖的人到了。慢慢接受春花。这一次啊，我们到了大邑国，当地人生活贫瘠，哎，但是长于歌舞啊，他们的马主尤其的好，身材高大，当年汉武帝啊称为天马。秋末冬初放牧到山顶，和龙交配所生。哪有这样的事儿？哎，也许是有方士，这跑到宫里来骗人，也说不准。是，久居着深宫之中啊，总是要被人骗的，就像我这样。有人说去去就回，结果是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继续说啊。后来啊，我们起锚去往波斯。嗯，这当地这丝绸啊还留着唐风，哎呀，灿若云霞，我多多的买了给太后做衣服。灿若云霞？嗯，那边一定盛产美女吧。哎呀，那些个美女啊，从头到脚都被包裹着，我这堂堂中华使臣，那也不能撩起来看嘛。真没撩啊。后来我们的船经过一片海峡，那是当年波斯最有名的杀手团伙的首领，山中老人就住在那儿。是土匪了？山中老人是最有名的，他呀欺骗自己的杀手，给他们灌下一种药，然后把他们搁在一个事先布置好的山上，等这些杀手一醒来，那举目所及全是美女啊。哎呀，房屋豪奢舒适啊，这河里流淌的全是美酒。等这些个人醒来之后啊，他就跟他们说，你们啊已经死过一回了，嗯，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呢，那就是天堂，你们只要跟着我，那你们死了之后啊就可以留在那儿，再也不用回来了。你想这还了得？这人人争先，个个奋进，这所有的杀手啊悍不畏死。这几十年下来，这山中老人
那是威震西域啊。他的名字叫霍山。哦，来如流水兮，逝如风，不知何处来兮，何所终。来如流水兮，逝如风，不知何处来兮，何所终。说得真对啊，不管你是闲是愚是贫是富，到头这一生难逃那一日，可真是生为摇曳，死为休息。太后身体不适，请擅自设养，贫道就在贤良寺，随时候召。你不要走，你得陪我。你这刚来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你为什么穿着这一身衣裳。跟太后刚才说的一样，生为摇曳，死为休息。人活着不过是有声有色的一出戏，太后演太后，贫道就演道人。樊将军，皇上有请。是。皇上。哎，樊将军，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我听王振说你们每天都在外面跪着。皇上，安倍雨小多了，我们也及早启程为要。附近方圆百里都没有大城做依托，万一瓦剌野先来袭，我军会根基不稳，不如及早走脱。哦，好啊好啊。好啊。皇上，离此地20里就是怀来城，先头部队都已经打扫干净了。今晚你就宿在那里，大同守将陈文荣会率兵来接应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行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赶快退下吧。皇上，军报紧急，请您阅读。齐振武儿闻而改道，侵害莫名，国法如炉，军令如山，而怎敢视之如无物也？毋庸多言，立即还京。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我只是换个道，你们就炸锅了，拿着东西到母后面前搬弄是非，有意思吗？皇上，大队人马行军，沿路各兵站都要提供供给，供为中央，这样才能保证军队在行进当中不被侵扰。瓦剌野先的骑兵本就行动如风，兵锋所指，不可琢磨。皇上随意改道，凶险！凶凶凶凶什么凶啊？我在这住了两天了，你的凶险都去哪儿了呀？你们是不是欺负我年幼无知啊？啊！当年太宗皇帝远征关外，几次迷了路，饮血吃战，也立了旷世奇功。那个时候怎么没有人说要补给拱卫中央啊？滚滚滚，朕不走了。滚，滚出去。皇上，三思。滚出去，快出去。皇上。
脚下！皇上有旨，踏天者死！注意脚下！皇上说了，踩田的杀！干嘛呀？起来！这是人走的路吗？你就是个废物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这样，让爹看见了还得抽你鞭子！起来！是！你起来，上马车上坐着去吧！起来，去！过去！我倒了八辈子霉了，我摊上这么个爹，啊？就这个路，让我直接死了算了。啊！大兵来了！将陈文荣见驾。哎，快传快传。皇上，不必行礼，你是忠臣，你有多少兵马？皇上只带了2000的贴身骑兵，末将听闻瓦剌大军翻驾，等不及步兵，只能先行一步。2000骑兵针对50万大军呢？皇上，50万大军首尾不能相连，跟没兵一样，末将就算拼了命也要把皇上护送出去。双喜，双喜，双喜，双喜！太后，太后，太后怎么了？有军马没有？太医说。太后心里消耗过大，不许晚上来传军报。太后，你知不知道，孩儿当时左手持刀，右手持剑，连杀了好几个瓦剌兵。这刘三喜四庆也是为了爹的宝车而坏了性命。两车禁烟，一下子全没了。您现在就给孩儿调配人马，孩儿领着这就给您抢回来。仗都打不过了还抢回来？那你们回来干什么？去抢啊！不是，孩儿这不是担心您跟皇上特意赶回来护驾的吗？好，你是想跟着爹逃命吧？你去哪儿可得带着孩儿，你这个时候不能丢下孩儿啊！滚！兵规定好的行军路线怎么随便改？你说这不能这么干呀！路线改变是很危险的。是啊，是啊。
怎么了？回话呀！回话！快点！回太后，瓦剌也先奇袭我军。还有呢？皇上被困。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。放我下来，我要见皇上。皇上，哎，快抬出去！皇上，50万人啊，这叫怎么回事啊？末将无能。快点来人把他抬出去，抬出去啊！反正也是死。皇上救我！皇上！皇上！皇上，朕要是死了，大明就完了。臣在。过来。过来。求你帮帮我，能把皇上救出来。军都没了，你还能怎样？当年在朝堂上，我冲撞了陛下，蒙太后的洪恩活了下来。今天死在这里，若日后陛下有机会回去，烦请向太后说一声，咱陈文荣把账还了。Thank you.
诸天菩萨，释放神灵，求求你们久久的，一切横逆灾难、生死病痛，都加在我一个人身上。在土木堡了，完了，已经没路走了。可是我已经派了大同的守将去救他了呀。此处已过山地，平原之处又是奇袭，没人能挡住瓦剌野仙的骑兵。这盘棋是死局。报！已破明军后卫。报！已破右军。报！已逼近荒庙。报！大同骑兵被围。报！大同主将陈文荣战死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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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百里下机，开门！什么人？慌慌张张。
走！走，快走！龙的味道，眼是臭乎乎的。你怎么不吃饭呢？搬石头搬的膝盖疼。年纪大了，筋骨血气都衰了。我也不知道你是哪的人，听我一句劝啊，你又不会偷奸耍滑，别玩命，慢慢干啊。圣人说要劳其筋骨。圣人啊，最爱胡说八道。你让他在这儿干一辈子试试。于谦，于谦在哪儿啊？于谦在哪儿？于谦，人呢？于谦呢？于谦在哪儿？你们谁看见于谦了？大人，你们不是来杀我的吧？我们是来接大人的，请大人上马。只有十三个人，十三套盔甲，十三把马刀，也能再次席卷天下。跟你们打仗，我的部落里现在已经血流成河，尸骨堆成山了，信不信我宰了你？大汗，你还缺这么一只绵羊吗？啊！我们何必跟钱袋子过不去呢？看在钱的份上，今天我就饶你一回啊！好了好了，我已经禀告了脱脱补花大汗，他率兵猛攻宣化、大同一带。你们跟我一起南下。大哥，我们收获可不少啊，我们活活的掳了个皇帝回来，还要打仗吗？你们觉得拿他管大明要多少钱合适？这些钱是哪儿来的？是从老百姓手里收上来的。大哥，这次我们打仗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对对对，这次是这个笨蛋皇上。如果咱们下次碰见一个聪明的皇上，他们要是把我们一直打打打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天无二日，哪有新的皇上？我们歼灭的这五十万兵力是北京城三大营的主力，我们只要快速南下，他们的防守兵力连十万人都没有，大兵一到，他们只有渡过长江南迁，拿下江北，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你们不想发大财吗？想啊！回去整兵，三日之内南下。好，好，好！
住！大汗，大汗，大汗，嗯，我立了这么大的功，你怎么赏我？我们抢到了好几车的金银财宝，都是那个太监的，里面的首饰啊，美得要命，都给你。我不要，那些太啰嗦了。那你要什么？十匹好马，100个奴隶。嗯，肯定些我都有啊。那你要什么呀？大汗。嗯。把那头龙给我尝尝。别胡闹，我得拿来换钱。大汗，你说话不算数啊！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负责看押，好不好？别给弄丢了。好，大汗放心。不咬人啊！一念之缘。